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4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1-5题。一，欢迎你们来我家玩，来，吃苹果，别客气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们家真大。一，欢迎你们来我家玩，来，吃苹果，别客气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们家真大。二，你笑什么呢？有什么新闻？你自己来看吧。今天的报纸真的很有意思。二，你笑什么呢？有什么新闻？你自己来看吧。今天的报纸真的很有意思。三，做完练习，我们去哪儿玩？太阳出来了，天气不错，我教你去打球，怎么样？三，做完练习，我们去哪儿玩？太阳出来了，天气不错，我教你去打球，怎么样？四，小黄，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？今天做得完吗？您别担心，今天我一定能完成。四，小黄，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？今天做得完吗？您别担心，今天我一定能完成。五，别害怕，让我看看你的耳朵。医生，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五，别害怕，让我看看你的耳朵。医生，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现在开始第6-10题。六，哪把伞是你的？右边的这把？不是这把，是中间那把黑色的。六，哪把伞是你的？右边的这把？不是这把，是中间那把黑色的。七，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哪个？你说的是七号吗？他叫马云。七，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哪个？你说的是七号吗？他叫马云。八，你的咖啡要放糖吗？不用了，
我喝咖啡不爱放糖。八，你的咖啡要放糖吗？不用了，我喝咖啡不爱放糖。九，都买了吗？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买？我看看，还差鸡蛋和牛奶没买。九，都买了吗？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买？我看看，还差鸡蛋和牛奶没买。十，你来回答一下黑板上的这个题好吗？对不起，老师，这个题我不会。十，你来回答一下黑板上的这个题好吗？对不起，老师，这个题我不会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5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5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5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5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天，下班坐地铁回家时，我更愿意站着。他骑车回家。11，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天，下班坐地铁回家时，我更愿意站着。他骑车回家。12，西瓜是夏天最常见的水果，这个季节的西瓜又大又甜，而且很便宜，一斤只要1块多钱。夏天西瓜很贵。12，西瓜是夏天最常见的水果，这个季节的西瓜又大又甜，而且很便宜，一斤只要1块多钱。夏天西瓜很贵。13，小米在信里说，谢谢我们帮了他很多忙，谢谢我们对他的关心。如果明年有机会，他还会回来看我们。小米给他们写信了。13，小米在信里说，谢谢我们帮了他很多忙，谢谢我们对他的关心。如果明年有机会，他还会回来看我们。小米给他们写信了。
诗四。昨天晚上，儿子突然发烧了，我一直在照顾他，没敢睡觉。今天早上，儿子不烧了，我才放心了。他一晚上没睡觉。诗四。昨天晚上，儿子突然发烧了，我一直在照顾他，没敢睡觉。今天早上，儿子不烧了，我才放心了。他一晚上没睡觉。十五。经过高中三年的认真学习，弟弟终于考上了大学，我真为他高兴。弟弟难过的哭了。十五。经过高中三年的认真学习，弟弟终于考上了大学，我真为他高兴。弟弟难过的哭了。十六。这个电脑是我前年生日的时候妹妹送我的，买的时候花了5000多块钱，现在只要2000多块了。这个电脑是同学送的。十六。这个电脑是我前年生日的时候妹妹送我的，买的时候花了5000多块钱，现在只要2000多块了。这个电脑是同学送的。十七。不是每次遇到问题都要去问别人，你需要学着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了。儿子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他觉得儿子还小。十七。不是每次遇到问题都要去问别人，你需要学着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了。儿子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他觉得儿子还小。十八。在中国，北方的冬天非常冷，特别是东北，所以冬天人们喜欢去南方旅游。中国北方冬天很冷。十八。在中国，北方的冬天非常冷，特别是东北，所以冬天人们喜欢去南方旅游。中国北方冬天很冷。十九。奇怪，小王最近经常迟到，他过去不是这样的。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小王最近经常迟到。十九。奇怪，小王最近经常迟到，他过去不是这样的。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小王最近经常迟到。二十。老张是我们公司的司机，也住在前面那条街上。他经常帮助邻居，所以和邻居们的关系很好。邻居们喜欢老张。二十。老张是我们公司的司机，也住在前面那条街上。
他经常帮助邻居，所以和邻居们的关系很好。邻居们喜欢老张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你的护照拿到了吗？还没有，可能要等到下个月了。他们在说什么？21，你的护照拿到了吗？还没有，可能要等到下个月了。他们在说什么？22，明天考试，复习的怎么样了？还可以，希望考试不要太难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2，明天考试，复习的怎么样了？还可以，希望考试不要太难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3，火车站离这儿很远，我开车送你去。不用了，谢谢阿姨，我还是自己打出租车去吧。男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23，火车站离这儿很远，我开车送你去。不用了，谢谢阿姨，我还是自己打出租车去吧。男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24，妈，字典在这儿呢，您找字典做什么？我刚才看报纸，有个字我不认识，我想查查那个字怎么读。女的刚才在看什么？24，妈，字典在这儿呢，您找字典做什么？我刚才看报纸，有个字我不认识，我想查查那个字怎么读。女的刚才在看什么？25，你为什么搬家呀？是因为离公司太远？是，现在近多了，走路就可以去公司。上下班很方便。男的为什么搬家？25，你为什么搬家呀？是因为离公司太远？是，现在近多了，走路就可以去公司，上下班很方便。男的为什么搬家？
26。喂，你们上飞机了吗？还没呢，机场这边下大雨，可能要晚一个小时。现在机场天气怎么样？26。喂，你们上飞机了吗？还没呢，机场这边下大雨，可能要晚一个小时。现在机场天气怎么样？27。请问，学校附近有中国银行吗？有，出了西门，向左走200米就能看见。女的要去哪儿？27。请问，学校附近有中国银行吗？有，出了西门，向左走200米就能看见。女的要去哪儿？28。服务员，请再给我们拿一双筷子。好的，请您等一下，马上来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8。服务员，请再给我们拿一双筷子。好的，请您等一下，马上来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9。都累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没关系，我想把这个节目看完，你先去睡吧，不用等我。现在最可能是什么时候？29。都累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没关系，我想把这个节目看完，你先去睡吧，不用等我。现在最可能是什么时候？30。姐，你看这件衬衫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但是夏天穿黑色的不热吗？那件衬衫是哪种颜色的？30。姐，你看这件衬衫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但是夏天穿黑色的不热吗？那件衬衫是哪种颜色的？第四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儿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儿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
31。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今天是周末，来动物园的人特别多。票买到了，班里其他人呢？在那边呢，走，我们过去吧。女的为什么买票花了很长时间？31。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今天是周末，来动物园的人特别多。票买到了，班里其他人呢？在那边呢，走，我们过去吧。女的为什么买票花了很长时间？32。你看邮件了吗？没呢，我电脑还没打开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昨天的照片有几张很漂亮，想让你看看。好，那我现在就上网看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32。你看邮件了吗？没呢，我电脑还没打开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昨天的照片有几张很漂亮，想让你看看。好，那我现在就上网看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33。知道这个题你为什么做错了吗？不知道。你看这儿，书上是五角三分，你写的是三角五分。知道了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3。知道这个题你为什么做错了吗？不知道。你看这儿，书上是五角三分，你写的是三角五分。知道了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4。刚才是谁打的电话？是王校长，他说已经到附近了，可能会迟到几分钟。王校长是第一次来，你下楼去接一下他吧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男的要去接谁？34。刚才是谁打的电话？是王校长，他说已经到附近了，可能会迟到几分钟。王校长是第一次来，你下楼去接一下他吧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男的要去接谁？35。妈，这鱼放哪儿呢？你帮我拿到厨房去吧。你渴了吧？是有点渴，今天太热了。那喝杯茶吧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5。妈，这鱼放哪儿呢？你帮我拿到厨房去吧。你渴了吧？是有点渴，今天太热了。那喝杯茶吧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
36。我想去买条裤子，买双鞋，你一起去吗？好啊，是现在吗？是，我想现在就去。好吧，但是我5点前必须回来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男的有什么要求？36。我想去买条裤子，买双鞋，你一起去吗？好啊，是现在吗？是，我想现在就去。好吧。但是我5点前必须回来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男的有什么要求？37。你好，8点半的电影票还有吗？8点半，有。您要几张？3张，多少钱？120。电影票多少钱一张？37。你好，8点半的电影票还有吗？8点半，有。您要几张？3张，多少钱？120。电影票多少钱一张？38。手机买好了，我们去喝杯咖啡吧。好啊，这儿有咖啡店吗？有，4层有一家。快，电梯来了。等等我。他们要去哪儿？38。手机买好了，我们去喝杯咖啡吧。好啊。这儿有咖啡店吗？有，4层有一家。快，电梯来了。等等我。他们要去哪儿？39。你要去教室吗？是，您有什么事？这个照相机是小晴的，请你帮我还给她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男的要还什么东西？39。你要去教室吗？是，您有什么事？这个照相机是小晴的，请你帮我还给她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男的要还什么东西？40。爸，您看见我的眼镜了吗？那不是在椅子上吗？我看到了。我今天晚上有事，可能要晚点回来。爸爸再见。好，慢一点，路上小心点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0。爸，您看见我的眼镜了吗？那不是在椅子上吗？我看到了。我今天晚上有事，可能要晚点回来。爸爸再见。好。慢一点，路上小心点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